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，並且會喺聽朝五點前維持嘅。喺晚上十點鐘，強烈熱帶風暴暹霸集結喺香港以西南偏南約35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移動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嘅一帶。同暹霸相關嘅雨帶會繼續間中影響本港，並且為我哋帶嚟大驟雨同埋猛烈嘅陣風。現時本港多處地區現正吹烈風噶啦，高地間中更達暴風嘅程度。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，暹霸會喺今晚到聽朝最接近香港，會喺本港西南約300公里附近掠過。本港會逐漸由東風轉吹為東南風，部分地區會變得當風嘅。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喺聽朝嘅五點鐘前維持。大家明日出門口就記得要留意最新的天氣報告了。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會是吹強風至烈風程度的東至東南風，高地間中會吹暴風的。明日稍後風勢會逐漸緩和，天氣方面會是多雲，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，雨勢有時會頗大的。大家要留意了，要繼續做好防風防水浸的措施，並且要留意天文台最新的風暴消息。由於海面會有非常大浪和有湧浪，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。展望方面，星期日仍然會有狂風驟雨的，初時雨勢會有頗大，有湧浪。下周初至中期，天氣持續會不穩定的。